饭饭集市的创始店来自于对少族兄弟，从经营小摊贩到成立一家热门餐厅，兄弟俩有哪些精彩的创业故事呢？把我们当地的食材结合我们原住民的食材，以我自己所学的，再下去创业。爸爸早走，那他就是一家之主啦，他也扛起了很多的责任。 我也是希望他能够继续加油，跟弟弟讲的就是说，身体要保养好。